真假睡衣小英雄。今天的巡逻终于结束了，也不知道艾玛亚的感冒好了没有。我们明天去看看她吧，顺便带上她最爱的棒棒糖。好困啊！我也是，真想赶紧躺在床上。哎，灯怎么黑了？啊！谁在打我？我们被人偷袭了！啊，格瑞，格瑞，你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受伤？还好，就是头有点晕。下面播报一则新闻。今天早上，蒙堡小镇突然出现了外星人，而且对小镇发起了攻击。幸亏睡衣小英雄及时出动，保护了小镇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不是还在基地吗？不好，一定是有人冒充我们。我们的制服都不见了。哦，听到新闻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，看来还是来晚一步。谢谢你，艾玛亚，我们得赶紧去调查到底是谁冒充了我们。赶紧换上备用制服吧。到底是谁袭击了你和葛瑞呢？我觉得有可能是罗密欧捣的鬼。哼，除了他还有谁？这个家伙一直想打败我们，统治小镇，一定是他想冒充我们。我们快去调查吧。这是我升级的涡轮加速车，大家快上车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前面就是他的实验室，大家小心。拥有了这个机器，我就能造出各式各样的外星人，到时候再派他们到处去捣乱，我再让他们冒充睡衣小英雄去制服外星人，利用小英雄的身份，我就能统治小镇了。接下来去哪里搞破坏呢？果然是罗密欧在捣鬼，这个外星人制造机看起来很厉害。我们得想个好办法，别让罗密欧发现。葛瑞呢？哼，好你个罗密欧，敢偷袭我，还让机器人冒充我们，看我的厉害！这么快就被你们发现了，把他们通通消灭掉。葛瑞，我们来了。嗨呀，嘿嗨，嘿呀哈，嘿呀嗨，嘿嘿嘿呀，嘿呀嘿呀，嘿呀。你们发现了吗？他们并不会我们的绝招。我也发现了，大家快用绝招来打败这些冒牌货吧。哼，抢我的。哎呀，哎哈，哇，嘿，看我的。嘿，超级
猫速，哈，超级猫跳，快呀！啊，外星人一号，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出手？快去打败他们！这个大家伙看着不好对付，哼，让我来打败他！哎呀，这个外星人好厉害，竟然会喷火！哎，有了，看我用涡轮加速车把它撞飞！哈哈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我的外星人一号没那么容易。外星人一号，消灭他们！啊啊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啊！哎，你们看，那台外星人制造机似乎是它的能量来源。艾玛呀，你飞过去悄悄破坏机器，我和葛瑞吸引他的注意力。他们发现外星人的秘密了，我要把你抓住！我一定要把机器破坏掉，这样才能消灭机器人。猫头鹰冲击波！机器外星人倒下了，耶嘿！干得好，下面就该对付罗密欧了。啊，等我研究出更厉害的武器，再来打败你们！罗密欧这次又失败了，看他还敢不敢再来捣乱。我们赶紧去和大家解释清楚这件事吧，要不然小镇的居民还以为外星人要来攻打我们呢。嗨，小朋友，喜欢这支影片吗？动动你的小指头，点击订阅，打开小叮当，给我们点赞吧。